像你们一样，我也是一个 K-pop 的大粉丝，像 2AM、2PM、东方神起、Big Bang， 还有 CNBLUE、FT Island， 我都很喜欢。粉丝们，你们又喜欢哪一个男子组合呢？说到 SS 501，你一定会认识队长金贤重。他在2009年因为主演《花样男子》风靡全亚洲，也使 SS 501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具人气的头号男子团体。金贤重更成为全亚洲少女的梦中情人，甚至有裴勇俊第二的美誉呢。最近 SS 501的组员都各自展开了个人发展，金贤重也刚刚推出了个人专辑，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哦。好了，粉丝们，你们知道哪一个组合唱歌最棒吗？那么谁的演技最厉害呢？不用猜了，让我们一起看看泡菜粉丝俱乐部的排名榜吧。演技最好的组合成员，第三位 SS 501的金贤重。그정적인계기는이제꽃보다남자를통해서시청률도많이확보를하고20대뿐아니라30대40대여성들한테까지이제높은인기를얻게되시면서광고모델로크게이제발돋움하셨고요혹시행복하다면그걸로충분했어하지만너의눈물이보여너의슬픔이보여아무리참아봐도안돼이젠지점이죠